大家都看过《斗罗大陆》这部动漫。这部动漫是根据唐家三少的同名小说改编，讲述了唐家外门弟子唐三因偷学内门武功为唐门所不容，被逼跳崖，但是却意外来到了斗罗大陆，在斗罗大陆大放异彩的故事。小说本就拥有很多书粉，所以一经播出就备受关注，短短两年时间播放量就高达100亿。最新的剧情中，小五以绝对的实力将巴拉克学院众人打败，让巴拉克学院颜面扫地，为史莱克众人出了口恶气。后面的剧情中，唐三以一己之力大败赤火学院六名队员，他们连唐三的第三魂技都没有逼出来，这让火舞非常愤怒，于是直接就上场对战唐三。在释放一系列魂技无用的情况下，火舞也是愤怒了，于是直接就释放出了自己的压箱底绝招魂环融合技。唐三也是知道这一技的强大，于是直接就抓着火舞挡在自己的身前，当做自己的肉盾。